Charlie， 欢迎收看今天的艾泽拉斯电影 Top 3。我是主持人壁炉 Popcorn， 今天就让壁炉 Popcorn 告诉你这礼拜最卖座的电影是哪三部。首先为你介绍本周的第三名，本周第三名是由改洛你改洛我的联盟导演罗伯猎人骰指导的外语电影《门当牛不对》。这是一部轻松幽默又感人的爱情喜剧电影，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片的预告。Harry is a man who hates cows. You're so pathetic like a cow. Are you a cow? Can you even spell cow? M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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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 Harry is also a man who eats cows. St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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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ak. I can't believe they don't serve steak here. What are you, blind? You got so many tars here. And now, Harry got the biggest challenge in his life.He fell in love with a cow. May I sit here? Moo. Does that mean yes? Cool, thank you. My name is Harry. What's yours? You got a name, right? Hold on, let me guess. Moo. Jasmine. Moo. So it is Jasmine. Wow, what a lovely name. You see the bird over there? I don't even think it got a name. Only the true love can change everything.Or will it? What does your father do? Moo. Yeah, I'm his job. His job. Does he squeeze a miracle or something? The steak here are pretty good. Moo. More? You want more? But you haven't started the first one! This summer, a story about love, understanding, or misunderstanding.21st Century Orcs presents from the director of Nerf Actually. Jasmine! Marry me! Meet the Torrents. Okay, 这部片看起来是不是很好笑呢？其实在这边壁炉有点个人意见。你看片中那些牛头人看起来都一个笨鸟，人类怎么可能会爱上这种东西呢？真是一点都不合理啊。好，废话不多说，马上来看看本周的 number two。 有些人你不一定常见面，但你却一定认识他们。有些人你天天见面，你却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请告诉大家你的职业和名字。我是奥格玛的双足飞龙管理员，我叫朵拉斯。你觉得你工作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其实我的收入还算稳定，要求也不多，但是啊，现在的年轻人总是丢了钱就走了，连句谢谢也不会说，这实在让人很伤心啊。有想过换工作吗？我还算好的，至少有很多人会从我面前经过。自从自动转行的政策开放以后啊，有些同事会跟我抱怨，那些家伙都直接把钱从空中丢下来，这真的是太没有礼貌了。更不用说月光林地那种鬼地方，搞不好根本没有人知道月光林地有飞行点啊。你知道月光林地的飞行点在哪吗？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月光林地也有飞行点？月光林地那是哪？可以说说你的工作内容吗？名义上监督老板是要我们守住大门啊，不要让入侵者破坏哈卡达达的计划，但是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骑着马就冲进去了，部队也说不过去啊，只好一试一试跑一跑咯。所以其实你的工作内容是跑步吗？也可以这么说啦。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当面包师傅的？我从小就立志要当面包师傅，用自己的双手完成各种美味的面包，和全艾泽拉斯冒险者一起分享。但是我不知道这几年来是怎么了，大家宁愿吃那些一点也不实在的魔法假面包，也不愿意花一点小钱尝尝莫高雷纯麦制的天然面包。这些盖子的法师根本侮辱了追求美食的精神，我强烈谴责这些。这位法师小姐，
可以跟你要点面包吗？没问题，马上来。谢谢。你从未听说过的边缘小人物的辛酸，由暗城影展金狮奖二尺寸纪录片双年展首奖，地狱吼人道关怀影展开幕片。我叫朵拉斯，边缘工作者的告白。接着即将公布本周的 No.1， 本周艾泽拉斯电影 Top 3的第一名电影是哪一部呢？没错，就是你想的那一部，制作长达五年，耗资5亿8600万金的超级灾难强片《于斯拉·马基勒》。这部片应该不用我多多介绍了吧？大家就直接看预告吧。小东西，你迷路了吗？你肚子饿不饿？我帮你找点东西吃吧。想办法反击，可是现在所有的兵力都在安琪拉。你是说那些成天站着发呆的家伙吗？全部给我叫回来！于斯拉会这样大肆破坏，一定有什么原因。森林村的长老也许知道些什么。鱼人王子，鱼人王子，要快点找到鱼人王子，不然艾泽拉斯恐怕撑不过今晚。麦克风测试 1,2,3， 纳克萨马斯报告，我是小克。各位天谴军团的同事们，巫妖王宣布，立刻把攻击目标转向于斯拉。重复一次，攻击目标转向于斯拉。上本节目网站 www.aztop3.org 就可以订购于斯拉的预售票了。前一百名预购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鱼人宝宝造型哦，于斯拉造型钥匙圈，路易斯破甲的亲笔签名海报，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幸运得奖的观众可以获得限量版的史诗道具鱼人终结者3000钓竿一把。你看看这把精美的钓竿是不是很想要啊？不想要也可以拆掉啊。现在就上我们的网站 www.aztop3.org 购买于斯拉的预售票吧。以上就是本周艾泽拉斯电影 Top 3排行榜的票房前3名电影。我是主持人 B 路 Popcorn， See you next week。